莎，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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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莎。小文老师，好的，今天我们打扮非常的酷，因为我们今天主题很酷，等一下要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舞蹈。那一样介绍我左手边佑文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文老师。只有这样吗？哦、oh? ，收一段，收十段。嗯嗯嗯，哦耶，很自恋的佑文老师，可以了，谢谢。好，介绍我们可爱的狐狸老师 ，Go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狐狸。最灵活的这个胖子，胖子自己讲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掌声鼓励一下。All right， 好的，今天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主题，主题就是 Bam Bam Bam。好了，它是我们。这个前几年非常流行的舞蹈之一，而且它的曲风呢非常的不一样哦，它融合了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EDM 电子的曲风在里面。那么呢，我们今天舞蹈稍微会有一点点反复，但是大家不要紧张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你们大家可以我们把这个动作拆开分解之后呢，一组一组把它练起来，我相信呢，把它组合融合成为一个那个非常有力的舞蹈，将来呢有机会就是在舞台上面就可以发光发热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在这个主题舞蹈之前呢，我们的暖身依旧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我们由大小老师的摔电视，我们来一起来热身一下 ，Go。跑起来！哼！右边跑，后退，嘿！这世界太多的不解，浪费时间。好，下上完了之后换右手。我和你有一点距离。加大，情话却忘了多说一些。反过来，蓝色、绿色、橘色、红色，小人帮我，其实关我们屁事。很好，我们摇一下。要摔坏电视机，我要紧紧拥抱你，对如此冷落彼此是我该死是我。再来，我要摔烂电视机，我要带你去旅行。换边。两个八拍，因为这速度很快哦。快停啦！有一点距离，这种危险。好，我们换边嘛，往下大，换边。也许我们太专注面前那些不是伤悲的直接，侧腰，却忘了多说一些。胸口，橘子红色，小人帮我，其实管我们。转一圈，我爱你，我的 baby。跳起来！我要摔烂电视机，我要膝盖抬起来。飞向那未知国度，无人到底只有我和你，我和你。好的，今天我要做一些重力的训练，因为寒风的舞蹈非常需要有 power 的肌肉。我们今天要来做伏地挺身。好的，女生呢做跪姿就可以了。男生要脚要打直，好，准备好，预备，侧边预备，开始 go， 好，准备来，五六七 go，
也许我们太久就年轻了，五秒七二却忘了多说一些，五再来两再来四个，再来加油，其实关我们屁事，再来，我爱你我的背影，很好，跳起来，我要摔坏电视机，我要紧紧拥抱你，对不起冷落彼此是我该自知，把脚抬起来，要摔烂电视机，我要带你去旅行，飞向那未知国度，无人道理只有我们，我要摔坏电视机，我要紧紧拥抱你，抬起来，对不起冷落彼此是我该自知，我忽略我要摔烂电视机，我要带你去旅行，飞向那未知国度，无人道理只有我跟你，好，休息一下，我和你 You and me， 嘿、谢谢，玩闹的心，我们要很正式的教给大家韩风舞蹈这一首 Bang Bang Bang。
好，首先很简单，有没有一样？有没有所有的舞蹈都从拍手开始？然后拍两个八拍之后呢，我们换侧边的拍，对，拍到一个八拍半，二二三四的，要记得回到中间，慢慢的顺滑下来，因为要紧接着第一个动作，开始肩膀往前动，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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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动作也很简单，继续一样的律动，但是我们加上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两边开车，开车，完了之后加上头的，头往旁边摆，后面摆，左边摆，回到中间。好，我们从头再来一次，来一二三四的五六七，开车，二二三四，头侧后侧前，其实是不是分解开来之后是蛮简单的？对，好了。OK， 接下来第三步的时候，我们要撞胸口两下，往前撞两下，换边撞两下，一下一下，再来一下一下的时候，身体压低，七八，好，再一次哦 ，Go， 一两下两下，一下一下一下，好，这个也算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样的运动，我们的胸口往前侧身给我们的镜头。侧身往前，在两下的时候加上手，好，最后一个时候下来之后，我们抬一下后脚，后脚之后，因为我们预备要往后走，要酝酿一下，五六，很大步的往后走四拍，好，我们从头再一次哈，这个因为动作比较难 ，five six seven 下歌，一二三四的五六加开车，二二三头。五六七，胸口两下，两下，一下一下压低侧身，二二往后四拍。好，到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奋不顾身的往前冲，才有那个力道的感觉哈。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的两下。这边有个配合歌词，所以是七八，收起来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的两下，抓起来。好，是不是有分解之后就很简单了？继续下一拍呢，往这边打两下，两下，换一下一下，滚轮蹲下来。五六，好，我们准备五六七八，两下两下，五六八，八的时候记得手要回到上面。往下沉四拍，三四，原地收下收下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动作呢，就可以休息一下下。记得收开完之后，我们蹲一下马步，蹲二三，走位置靠近，五六七八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好，我们紧接着交下去喽哈。紧接着这边呢，稍微队形收进来一点点之后呢，我开始走路。记得第一步的时候手要往后放，外脚呢屈脚。好，准备一个八拍，五六低头，二二三四的五六七八，很好。这边呢，下一步我们要散开来。好，我们踩外脚，外脚的时候应该是另外一个反肩会去推它。外内外内的五六散开来，二二三四，一个八拍半，准备副歌的动作，把你的枪举起来，交叉在脸前面。好，我们从这边集中再开始一次，好不好？五六七八，走路，二三四的准备，低头，二二三四的准备，散开，三二三四五。六七八，再来四拍的，好，接下来最经典的动作哦，就是副歌的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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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好，我们先把你的右手举起来，往左边出去，回来，出去，回来，出去，回来。好，应该是一个八拍哈，五六七 go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停八，换边。这边只有两次哦，哈，另外一边只有两次，二二三四，抓 bang bang bang， 好，再来一次，
六七 go 来蹬，二三四五六七停八，二二三四的 bang bang 给镜头 bang， 再来我们侧身往前第三一步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边要到八，准备收回来的时候，这个抓重拍，四二三四一样抓三个 pose bang bang bang， 好，我们副歌再来。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的五、六、七、停、八，换二、二、两次的往前三下，大、大、三、四的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的背、背、背。好，再来呢，你要不要加辣？就在这边。好，我们一起往后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的五、六、七、停、八。二二三四五六，再来一次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边就是不要不要变变，走回原本的 pose， 原本的定位，我们就会从头再来一次。好的，那么呢，再来有一个很经典的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的后面的尾奏是最经典、比较这个快的节奏，所以大家跳到第二一遍的时候。这边加不加麻辣完之后 ，bang bang bang 完了之后呢，会有个机器人的，我们就自己自由发挥，机器人走两个八拍。好，记得五六七八呢，准备我们要锤节奏，大家一起就锤右边好了，好不好？右手来两个，对不起，一个八拍半，六七八，二二三四的准备哦，精华要来了哈。然后我们这个有口诀的，大家看一下口诀，五六七八，好，右左右右 ，and 左右左左，好，跑步的时候就尽量把你的胸口 push 出去就对了哈。准备五六七 ，go 来，右左右右 ，and 左右左左，好，跑一个八拍完之后呢，往下压四拍，压压压。压的五六头收，好，再来一次哦吼，我们从第二个八拍，压压压压的五六手交叉，头收，胸口收，好，我们准备再来一次的压压压压的五六七八，好，刚好收在这边，我们紧接着下一个动作往上跳四下，一二三四换侧边。两下，继续，我们把第一个八拍呢再跑一次，右左右右五六，好，这边有个精华的地方，五六七往前踢脚，七八蹲下来，好，再一次哦吼，五六最后一个动作，五六七 go 来跑，二三四的五六往前踢八，好，最后呢有个大家一起跑的律动。我们就是往脚往右边踩一下，右左右收换面，再一样六七换后面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们再来三下呢，四下往正面就好了，一二三收，五六七收，二二三四，好，这边有个准备咯，要往下打一下，五六七往这边侧边打一下，八，好，最后呢，他们 O A 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往上跳 ，O A O 五六七一样往这边打一下，再一次，第二次，三四的五六七八，很好，这边跟着，因为这一脚呢已经重心在右脚，所以踩下来往这边摇摆，摇摆一个八拍，最后随性。前后靠近七八遍，有没有？经过这个分解之后，我相信大家呢可以把它拆开，一组一组动作呢分开来练习，再把它所有动作组合起来，绝对呢大家表演起来就会是 super star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这个动作呢教学的动作到这边，但是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的大来宾呢。他们 band 的如何？我们请看。
게릴라 경배 하나 목청이 터지게 해 Yo 지지란 군 위기를 전환해 왕기를 감추지 못하게 해 남자들의 군위 여자들의 가식 유머를 자신감이 불만해 난 보란듯이 너무라도 뻔뻔히 네 몸속에 파고드는 알레지 이상한 정신에 술렁이는 천지 오늘 여기 무법지 난 불을 질러 심장을 태워 널 미치게 하고 싶어 이 아침 Yeah we bring like this 모두 다 같이 저 맞은 것처럼 뱅뱅뱅 널 데려가
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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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